然后我们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？没错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CTO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轩帅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CTO 的雨清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子霓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子熙。子熙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郑伟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世伟。耶、yeah! ！恭喜恭喜！今年的夏天迎接了出道一周年，同时还发表了这次的全新的作品，叫做《Starry》。对，啊、昨天也算是经历过整个台湾的算是啊剧烈的天气的变化。对对对，有风有雨有太阳，没有一样少，对不对？对。昨天的这个感觉怎么样？不管是中台湾、南台湾的歌迷朋友们的热情，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昨天虽然高雄有点下雨，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高雄朋友的热情，然后台中也是非常多人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今天大家应该很热吧？现在就对对对，辛苦你们了。看到你们六位所有的那个热气都消失，不过据说有一些在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昨天也是两场都跟，今天还要再来一次，有吗？今天有昨天台中高雄都去的，有熟面孔都记住了，都记住了。Alright，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，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，所有的 CEO 们，对不对？一路跟着我们，但同时，你们也是一样，持续的要跟歌迷朋友们有最新的作品，就是赶快要来分享。刚刚听到的 Super Girl MV 也出来了，很欧风的，欧风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刚刚是在舞台上面，则是带来的现场的演出。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刚刚这个副歌的部分的这个舞步。看起来很可爱，可是也很威，有没有？能不能分解动作来教我一下？好了，教一下，教一下。现场的歌迷朋友们，要不要跟着学一学？简单的，简化版，有简化版。谁要来教一下？想要看谁分解演出？来，是我们的舞蹈担当郑伟。郑伟，哥哥们竟然都这样说了，来来，要不要简单的分解几个动作给我们听听看？好，那世伟帮我唱一下。好，我帮你，双尾一起，双尾一起。好，一起来。现在要看到的是先，要不要先简单介绍？是先什么？先跑步是不是？还是跑步？这是跑步第一个动作，小跑步。OK， 苏是在这边。然后 Super 要拉中间人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跟着动？我们郑伟现在要手跟着动一下啊。Super 相机 Girl， 然后换过来，然后换边，然后变这边。换右边，然后这边要从这边再过来。Girl， 右转一次。然后为了你，你不要比我们哦。为了你，不满荆棘也要前进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对，还好，再下去我可能记不得。就这样，好，简单。等会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场试试看？要是这样，要再来简单试试看啊。好的体态要健身，然后要还是你的环节是表演得肝炎给大家，不要这样子，还是对歌迷朋友们都需要你要有健康的身体啊。对，那还有就是最近在做创作的部分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到8月31日的那场演唱会，可以听到新的歌。这样讲就懂了。来来来，那该世伟了，世伟为我们介绍。我自己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？我的话，体力的方面呢，我自己有在训练。真的吗？哎，因为我本身是团里面最壮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哎，不要质疑，不要质疑，不要怀疑，对不对？超闹翻啊！所以体力方面我有做准备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作曲，就我在作曲。作曲，对。哦，同样的，看起来两位啊，二位都是在对创作的这一方面开始有下苦功了。来，接下来，我的话是在，透露一点细节，就是手指方面的训练。手指方面的，有点怪的。电竞，打电竞。你又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是说看那个 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什么证据。三人的那，没关系，知道。手指的练习。那就问子欣，你呢？我写词、编曲、就连创作、但手指我都没有，哎，都没有，都没有啊，怎么办？那就是再巩固一下我的擅长的部分 ，rap 部分，对，rap 对，嘴巴的部分，饶舌的部分，说唱的部分，好，对，那语气呢？我的话是在歌唱跟舞蹈上面，跟舞蹈又这一次的舞蹈就是跟大家认识的翁雨清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
串烧、芭蕾加桑巴加伦巴加恰恰，哇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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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太棒了。那最后问问看 Sean， Sean 呢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准备？这一次都是比较练那个，我要飙高音嘛，对对，说飙高音，演唱会演唱会就来看我飙高音，飙完高音马上睡觉，马上睡着，射书记。来，好不好？都要来哦，才可以现场看到六位的环节。接下来的这一段，我们就再一次的开屏。开票，开票时间，快快快！好，请准备。来。哇哦，哇哦 ，beautiful， 哇哇好，哇 ，beautiful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走你！有点久，有点久，久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还没有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出刀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可以了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对对对，我还蛮在这边，我还在前面。大家知道那个 Starlet 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吗 ？Starlet 就是副歌那个起飞那个动作。我来演绎一下，来啊！来来来，小心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少林武功盖登啊！你不要跳下去哦！来来来来，少林武功盖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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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兄弟还一起，我们要一起努力。所以我想用扇子来开瓶盖，完成这项任务。回忆杀手，回忆杀手。有看过 NBA 灌篮大赛都知道，拿道具出来，这不给分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要不要先拍照时间自己安排哈？可爱可爱。蓝色的 T 恤来麻烦一下，好，黑色 T 恤黄短裤这一位请麻烦，橘色上衣这一位谢谢，下一位是灰色的衬衫灰色 T 恤这一位，好，接下来长头发的这一位蹲着的这一位，对，好，帮我们收一下道具，我们再一次的把麦克风交回